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，我又要去旅行啦。这个地方我已经计划了很久，但是还没有机会去。就在不久后，政府在2017年4月1日开始宣布了这个无限期封岛。封岛的原因是因为岛上的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，不久后再遇上了这个疫情，所以等到现在才有机会去。根据 Google Map 上的显示，这个地方离我家的行程大约是4个小时的时间。我现在已经到巴干纳杜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做 check in。
A few moments later.
1 hour later， 去了看蓝眼泪后，就回来吃宵夜。